单身时期的西班牙枪狼啊，就像个打散工的寡楼啊，居无定所。那里有工作，就搬到附近租个房，一出门口或下楼，就在街边摊贩解决三餐。在那年代，人们常常调侃那些失婚而未成家的光棍啊，母婆真艰苦，破衫破裤无人抱。哎呦我的妈！